我们找到下载下来的文件，把它解压出来。解压的时候要解压密码呢，双击压缩包，右边这里就是解压密码。解压出来，我们把教程先打开，用的是 CNTOS 7.6的系统测试的，然后服务器后台端口必须打开，不会的去看这个基础教程。然后我们把服务器给连起来。把服务端文件上传到服务器根目录去。我去，十几兆的速度。都还跑不快呀！不知道跑不跑得起来，这鬼东西我虚拟机试了2遍不行，只好往服务器试一下。虚拟机不行，搞不成单机端了。哎，那十几兆吗？刚刚怎么看到几十 K 了？闹着玩儿嘞。上传完成了，我们把它解压出来。这个文件很大个吗？解压看着慢吞吞的。解压完成以后，给下脚本的权限，然后跑脚本去装环境。耶，输个小写的 p，等着装宝塔。中途这里弹选项，输个小写的 y 回车。玩意儿，慢吞吞，安装宝塔就慢吞吞。
然后等会儿装环境又是慢吞吞，哎，这宝塔居然不慢，还挺快的，这服务器上。复制地址、账号、密码，浏览器登录宝塔。然后拉到最底下，同意。绑账号。1.2，5.6，1.2，这个等会儿斟酌一下。用低版本试一下那个，1.2万一跑不起来。NG 换1.14看一下。然后等他装这三个，我们去改一下 IP。改 IP 的文件是这个数据库，还有这个数据库，然后这里面有两个，这个。这里面两个，这个，这个，然后就是网站里面有两个，网站根目录一个，然后这里面这个，这几个文件都打开，搜。这个 IP 替换成你自己的外网 IP，外网 IP 是在你服务器后台这里有个公有个类，这个公就是外网 IP 哈，就是公网 IP。五个，然后再把这个替换成内网 IP，内网 IP 就是这个类，全部替换。57个，然后全部保存，等它更新回去，它会自动更新回去的，啊，已经更新回去了。接着看一下，接着就是要等宝塔装完。区名呢，好像也就是在刚才改的有个文件里边，应该在这个还是哪个？你就搜这个，这个是现在的区名，对，就这里，就是改 IP 的这个数据库里边，你要改区名，你可以自己改一下。然后我们等它装完，哎，还挺快哦，装了两个了。对，那我们去改下 APP 控制，APP 用压缩软件打开就行，然后找到那个 dir 这个文件，这个把它拖出来用 DNSPY 搜索这个 IP 替换成你自己的外网 IP 数字字符串。双击打开，这里三个，编辑 IL 指令打开，这现在就可以直接修改了的哈。这三个 IP 换成你自己的，换好以后点确定，然后保存模块，保存了以后再把它拖回去，拖回压缩包去覆盖就行了，再签名就行了。我这里那个是签好名的，我就不去覆盖它了。宝塔这边装完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软件已安装 MySQL 5.7，把它二进制日志给插了，然后修改配置，26行左右点有空格的地方，26行这里空的，插进去保存，重载，重启。然后把安全端口放行了，
再然后把数据库 root 密码复制修改。网站添加站点，就你的 IP。目录就直接选。OK，回到这边来，先跑一下这条，创建用户，然后跑脚本，配置一下环境，对，这又要装一会儿了。我把 APP 模拟器开起来，APP 装进去。数据库慢吞吞，等一下又要还有一堆环境，又是慢吞吞，哎，慢吞吞加慢吞吞，还在慢吞吞的跑。OK，重启了，重启了就等它重启好，连接上来，然后好脚本启动。第一次启动要用二配置一下，后边就不用，后边就只管一启动就行了。然后一启动，没有去写数据库吧？没有。读到区了，读到区了，然后就看一下能不能进。分区维护中，等一会儿，因为这边都还没启动好。启动好了，说看端口，但是实际上不一定能进游戏。哎，还不能进，等一会儿。
差不多得了啊，差不多得了啊！我去，你这是要等多久啊？ 这不是跟汉王纷争差不多的游戏吗？哎呦！ 点他啊，滑，然后嘞，他玩塔防吗？机枪兵，六六六啊，原来是对方在防啊，那你倒是用步枪啊，怎么进的用狙击步枪？ 援军来了，坦克大炮的，坦克对射啊，盖子都给他掀掉了。 给鼠标吧，等会儿我好去看一下我那个那玩意儿叫啥来着，看一下后台呀。然后嘞，这种游戏都是要半天才给鼠标，挺烦的。升级训练。 放圈圈行不？放近一点。哇，不是吧？就没兵来放了？那玩个蛋蛋哦，这货还有盾。哦。 就说嘛，要不然怎么玩？啊，原来还有个机枪手，这么来的，再来个机枪手，都还好使。火箭炮的嘞，那个更猛啊！ 给我鼠标吧，就不给，去头像点不了，头像点不了就没有招啊，看不了 ID， 看不了名字，他这种名字应该是要进来以后才用卡或者什么去改的。
又有新兵种了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感觉好像比汉王那种稍微好玩那么一点。哦，还能呼叫远程打击呀、啊，就像这次俄罗斯干的那帮雇佣兵一样，一窝把他端了。那话，那小兵怎么跑到人家面前去了？快点吧，给我鼠标吧。嘣！好了吧，该给我鼠标了吧？去，那我点下头像吧，老哥。黄金不足，但是我可以点头像啊！哎，名字支不支持中文哦？可以，然后去后台看一下，黄金不足是吧？好，说好商量。这个登录密码，如果你想自己改的话。这里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在我看一下哈，我记得应该是在哪个数据库来着？好像是第一个数据库 gain 那个。对 ，gain coffin 这个。我把这个也给放出来吧，要不然有的人他不想用默认的这个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玩意儿后台要怎么用法。经济数据怎么用？系统管理明显不是，服务器管理更不是，游戏版本管理也不是，游戏管理哎好像是了。系统邮件应该是用系统邮件发给分区标题。我去，角色 ID， 行吧。道具 ，what？ 这他妈的也没那个呀，没副品列表啊，你让我咋玩？啊，这有个玩家邮件管理，不是啊，这是查询呐、啊。我去，那没账号你让我没那个物品 ID 你让我咋玩？难道去游戏里查吗？不现实啊。23角色 ID 倒是找到了，
先随便发个信看一下。1001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邮件啊，这里，哎，这也不是啊，这是系统邮件。那难道还要去审核？并没有啊，那就有点不会玩了。这里可以这样子来呀，调试类 GM， 修改类 GM， 那应该可以这样子玩。23，增加钻石，12345，体力不要，经验12345，VIP 等级，来 VIP 等级先不管，加。再加，那我去哪里看我的？哎，手欠，把它点卡住了。我去哪里看我这有没有加成呢？有没有增加成功呢？这里，金条在这里，黄金现在黄金是零，问题是加钻石是什么鬼？压根没动静啊！这哎，不会玩。这种后台是真弄不来，哎，不管了，这个自己去摸索这后台吧，我也确实不会玩，折腾不来，我就撤到这里。